欢迎收看《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贤士同修，请大家合掌恭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唯心圣教，以慰千秋，谢天恩，齐安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及当下法会上各国联位上的诸圣灵与祖灵，愿非软动诸灵，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经。再三的强调，我们要成就为五路财神，而自己当财神，而且要当亲朋好友的财神，帮助众生。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但是要当财神，要一定要先自修。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口顺心，这易经心法妙难，我们百千万劫尽重现。我今勤习以诸妙法，愿处功德皆回向。这即是五路财神的成就的因缘果啊，所以尤其命卦啊，命卦中的命中若由自然流，命中若无莫强求。你的命卦里面本来乾为天，都是有财啊，大家都从乾为天的命卦转化到各个的空间，算你前一天啊，自云而且这乾卦每个人的本卦都从乾为天来，只是因缘不同，所动的不同，就变成不同的卦象，六十四卦啊，那有主生，有福，有库，有器材、经济、民生都平等啊。再来父母爻啊，这人的父母文昌、官鬼、贵人都有啊，兄弟、朋友、
兄弟等。啊，再来就文昌，就我自心，我心，就是父母也是文昌，所以全部都记具足啦。啊，只是我们出生的时间，地球在自转与公转的状态，那我们再从其他的星球转过来到地球上来，啊，所以你就会有很64种的命卦，各有命卦，啊，各有带着不同的天命和业力来到世间呐、啊。所以有的命卦出生之后，他的命卦里面没有财，有的没有主生，有的没有文昌，有的没有啊官贵，没有兄弟等等，啊，这都是各有天运和天命。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才能够转变自己的命运。那么转变自己的命运，你要如何才能转变自己的命运？你一定要从命卦，每个人都有一位天师，命卦天师，每个人都有，都有你的总观念、总能量，所以你的能量潜藏在无尽虚空，整个遍满的虚空法界啊！所以啊，我们大家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原来我都有。所以佛教，弥勒佛、弥勒菩萨、布袋菩萨带着笑眯眯，就刚刚那啦。哦，你以为他是财神爷哦？他是财神爷，里面带着是什么？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哦，这个阴华袋子里面都有，就臭咪咪啊。那你怎么知道你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你要学易经，要知道变卦。你知道变卦之后，哎呀，原来是这样。那我就不强求，我好好祝我修行，满足后呀。上天不会给我们饿死啦，你放心。除非众生的无知打战，啊，抢夺，啊，相互的厮杀，乱掉了你的环境、空间、你的社会，才会大家穷。所以我在今年，我们中华民国在选举总统，大家真的要当总统，我给大家一个建言。啊，你要把台湾人民带去哪里？你要把三祖儿女带去哪里？第一，啊，你不要把人民带去当乞丐。啊，当乞丐了，那就是全民之祸。我只有要求这样而已。那怎么样？不要当乞丐，你就要有文化。都修行素养啊，不要啊当穷人，那也必须要有大智慧。所以各位贤师同修们，十方善诸士们啊，我们要从这里来悟，任何一个时空的人世间的活动，都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一生的修行，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做人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啦。好，所以我们啊，天火同人先指路啊，就是
真言，把天火天师照无碍啊，光芒四射天门开，啊，南方大武必然才啊，方正万灵昆仑来。啊，你这样自己24小时里面，自己要念144遍，念自己的真言，就是自己的能源的库、能源智库和财库。啊，你这样念，渐渐你智慧会升起来，心会静下来，心静智慧生，你的人生你就会走了一趟很平安的人生啦。啊，就是我们家人有那么多的小孩啊，可以教小孩要念自己的真言，这个是最好的财产给子女，不是你留多少钱给子女，留多少钱给子女很快就会花掉啊。那么你的这个智慧给子女，嗨呀，各位同学啊，你一定也很快乐的啦。啊，这是永远的财富啊，这永远自己开发自己为五路财神的化身。好，那接下来王明流，天雷勿忘以守成，天雷勿忘的命卦的人啊，天雷勿忘，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啊，你要知道自己内在的能量、内在潜能，你的核子能量有多少，有多少的能量，本来能量都一样的，因为你出生的时间、地球的转向时间不同，而其他星球九大行星的磁引力线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命卦就会有所变化，各有不同。即使同一个命卦，一个是皇帝，一个是乞丐啊，为什么这样？同一个时间出生，但是不同年啊，不同年，即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也不一样，同样的命卦，里面潜能潜藏的一位是什么？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因果力。所以我们命卦里面啊，从这空性在这里，同一个命卦，有的是从这个空间来，有的从这个空间，有的从这个空间，同样是一条线，一个直角，角度进来，但是不同世界，不同空间，有的在民国95年的，啊，一个民国92年的，一个民国85年的，不同的时空的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但是你有一个共同的原子能，原子能库，那就是八卦，就是八卦天心妙莲台。哇，这个是非常妙的一个阐述。所以我们不同时间同一个命卦，而他的因缘富贵完全也不同。所以你当你知道了这个法则的时候，那怎么办？赶快要修行啊，求人不知求己。既然老祖给我们启示了，示现了这么多的天机密啊，八宫八卦藏天机嘛，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机密，
个是有形的时间，但是无形的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灵魂。你要达到你的灵魂的境界提升，你一定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够让灵魂提升，否则的话提升不了，还是落入世间的斗斗争争。所以我一直要求我们唯心贤士，你们不要像江湖啊这种算命师有的他们的啊一些奇怪的行为，那你们见不了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勤修助修。那么我们接下来天雷勿忘的命卦啊，天雷勿忘以所成。若是我们的命卦，你出生来了，一生你一定要守成，啊，不要糊里糊涂过天的病，啊，那么是对你无益的，也没有帮忙。有，好，所以天雷勿忘，啊，这个要东北记他的记，啊，真言。好，天雷天师要东北啊，啊，雷光，啊，雷光通天呐、啊，南门角。好，那么双龙抱珠，北极天，北极天，双龙抱珠，北极天，啊，阴阳两界本，哈、啊，本界的牵连。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阴阳两界本来就相互牵连的，就佛家所说的色非空，空不异色。啊，天雷勿忘，命卦天雷勿忘就是六冲卦。六冲卦的人要注意，要存住气，不要一直不高兴。你就后悔了，哎呀，现在这样，我告诉你，个性这样并不代表你的权利，而是代表你的没有智慧啊，也是代表我们的悲哀。所以很多个性非常不好，很容易暴力，像天上打雷的人，到最后来一无是处。看得太多了，那我们人来到世界上为什么弄成这样，很可怜呢？那你就赶快要寻找你的根源，好好的自我反省，你自我反省忏悔，你就直接诵念你的真言，你才能够追根溯源，万灵归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才能和谐和平相处。所以天雷勿忘的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多少人数学少人，能让则让，能包容则包容啊，不然的话到最后来都很可怜，谁也没有办法帮你忙，谁也没有办法说，哎呀，你生意不好，我给你，给你做了一件事情，第二天马上后悔，那没有用啊！哦，所以急着我要做什么的？所以老祖开示五路财神，天雷勿忘着，你要成就财神，成就有钱的人，平安的人，就是守成。父母多少钱才给我，我把它守住了。知足常乐，生活不缺，啊，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改善，啊，再加上进一步的要找到自己的根源，啊，就是命卦真言，在天雷天师啊，要东北，啊，要东北的，啊，电光通天呐、啊，南门角。啊，双龙抱珠啊，
啊，北极天，啊，阴阳两界啊，本千年，自己好好练，自己每天早上煮五毛油，要练自己的真言，那你的话心就定下来。你也许当下你有烦恼，也许你会冒出一句天，啊，南门天，南门角，哦，当下的问题为什么会南门角？也许哇，我当下有灾难，有不好了，我就往南方的角落去躲一下，那就过去了嘛，避过狱啊。啊，再来，北极天。北极就玄天上帝，啊，玄什么是玄天？这是教会，自转与公转。啊，当一个人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到北极天，啊，本来世间就自转与公转，相互的调和，那你就心就开了，稳下来嘛。啊，所以当你要发飙的时候。啊，静下来喝一杯水，啊，你好好把自己的尊严好好的念一遍，诵一遍，这样的话你会扭转乾坤，趋吉避凶，当下你内在的五路财神你就天人合一，不然别人的贵，你的贵人跑光光了，到时候你这，哎呀，我魂远走的人，我告诉你，你当乞丐在恶鬼道，魂远走还在恶鬼道，爬也爬不出来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深思熟虑，啊，凡事要守成，啊，不要赚了一些钱哦，你就想要再扩展事业。当你用意卜卦，啊，用意卜卦，我要投资一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啊，投资的这个投资的方向，你站到用意站到一个天雷勿忘的卦的时候，你就不要踩下去了，要守成，守着不要做下去了，那你就成功了嘛。哦，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你们都是财神呢，你是五路财神的财神爷。你们给众生指导方向，不要让他跳进去臭水沟，哎，你就财神爷了，啊，不要让他失败，你就财神爷了，啊，不然你要到了财神庙去求财神，怎么样给你求财神？除了要有签，签是把啥不了，看着签，看着办，但是。那还不如你自己学易经嘛，这易经学好了，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嘛。哦，所以各位同学们，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也啊在这里邀请各位来啊好好的修行，助我修行。啊，再来呢，我们岁末了。每年的元月一日下午一点到五点都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祭祖大典，啊，这个祭祀祖灵，祖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守护灵，守护灵给我们智慧，守护灵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祭祀祖灵，欢迎各位啊。啊，元旦的时候，啊，早点到林口大体育馆，我们已经办了十一年了，到现在十一年。啊，这集是南门、南天门开启南天门的时候，所有的天神、龙天护法都光降在祭祖大典坛城，与各位天人合一，与各位的祖灵。圣灵天人合一，啊，这一些圣灵也都是从
昆仑来呀、啊，啊，这是一个天机密，啊，都是有缘的，啊，你们要发财，哈哈，要先修行，要修行，那你们就不妨，在一月一日，啊，下午，啊，一点到五点来参与祭祖，在林口大体育馆，啊，共创天下一家亲的世界和平啊！祝福各位。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